gagawin po natin ay mag-unboxing po tayo ng deliver sa aking employer. Siguro ito yung every year na pinapadala sa kanya na calendar. Tingnan natin kung ano yung laman. Samahan niyo po ako. At kung bago ka pa lang sa akin yung channel,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And pakiclick na rin po ng bell button para lagi kang notified sa aking mga ina-upload. Tara guys, samahan niyo po ako. Unboxing na lang natin. Unboxing. Yeah, this one is yours.
Pwede na lang. Tell you. But we keep first, huh? You want to show again the you want to see also the other one? Huh? You want to balik natin kasi hindi para You want to see also the other one? Oh, no need.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4.9981.3万剂次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 超过11亿 达到11亿1050.6万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2年来对新冠病毒研究发现 早年间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的综合抗体水平低于年轻人 我国广东江苏等防疫时获得的数据分析显示，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后出现重症风险，明显低于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出现重症的感人者90%以上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的总数已经达到2.64亿人。 那么现在呢，还有大概5%左有，也就是说有5000万左右的老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跟符合亚洲人的数量。因此，全面提高我国新冠病例的老年人的接种率，才有可能进行防控，为更好开展老年人接种服务。 国家卫健委执法特地，结合老年人的人群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接种工作。各地充分发挥老年人健康管理档案的作用，结合慢性病管理服务的方式，做好老年人接种的工作。一些地区和接种单位还专门设立了老年人的绿色通道。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目前正在全球流行，病毒传播性怎样？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前四的关键变异株，前四的关键变异株，并且南非地区会有变种感染病例数激增，已经对德尔塔变株部分取代，提示其潜在的传播力明显增强。但这还需要未来数周对该株的传播范围、疫苗突破、病例的比例、现场溶解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病毒学研究综合研判。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我们发现的阿美病毒，我们都知道阿美病毒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本身的变异率会比较高。大树，还有没有那些大树啊？产生的病毒的基因组可能在零点一个。This one is flower. The other one is the one like the one. 是正常的，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奥密克戎病毒是否会成为主要的病毒？根据最新的南非的报道的数据来说的话。 它的突变率确实是成为非常快，但是是不是它能够对德尔塔，对下一个主要的？